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你就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你自己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说这句话。我看到那个，一只母鸡啊，我看到一只母鸡啊，一只母鸡边上有那个一个黑猫啊，一个黑猫啊，那个一个母鸡一个黑猫啊，这是同家人家的，但是他们两个不和，他们两个不和啊，那个鸡要捉那个猫。猫想抓那个鸡，鸡要捉那个猫，它捉猫的时候就盯着眼睛要捉，要就要捉那个猫的眼睛，听得见了吧？听得见。那个鸡啊，就想捉那个猫眼睛，然后呢，猫啊抓的是随便怎么抓。随便怎么抓，你看到吧？那个胸部啊被猫抓伤了，你看这样抓过来了，这样抓过来就成片成片的抓伤啊，大大小小抓伤了很多啊，看到没有？现在看到了啊，被猫抓伤的呀，而且抓的是乳头的偏上一点，抓的多一点。现在看起来，那就这样，这个是左边抓的比右边厉害一点，他从左边这样抓过来的，下手的时候左边重。右边就拉了，被拉了一下，就弥漫性的就这样抓住了。最主要在这里，你看看这个动作，这样抓得重，这样拉出来就轻一点，这样重，这样就轻一点，这样重，这样就轻一点，看明白了吧？这个是左边啊。那么你这么看来，你那个乳房上的那个结节啊，左边比右边厉害，这边最厉害，这边越拉往后越轻一点。右边轻，左边重，你看到吧？那这样的，被猫抓的呢。然后那个鸡呢是鸡的颜色呢是叫那个叫什么颜色？就鸡的颜色呢偏红的那个也不叫红色，那个叫什么？二色。然后猫是一个黑猫，那鸡想抓猫的眼睛，猫就还过来就直接抓它胸部，直接就抓它胸部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打架吧？不知道。我现在看拍了，他们打架的原因呢，因为贫困，就这么一点东西可以吃啊，所以猫也要想吃一个小碗里的东西啊，那个主人呢是给那个猫吃的，给那个猫吃的。我拿个碗啊，对呀，养猫员去打架呀，他家里啊放了一个碗呢，这个碗呢放的是给那个，你看得见的吧？看得见。给那个。放了一个碗是给猫吃的，那个一个碗是给猫吃的，主人呢、没有给鸡准备粮食啊。为什么没有给鸡准备粮食呢？让它自己到地里去找东西吃，找吃虫子啊或者掉在地上的东西啊。但是实在太贫困了，那是1958年、1959年、1960年，1958、1959年中国发生什么？说自然灾害，实际上不是自然灾害。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之下，就发生了没有粮食生产。为什么？搞社会主义大工翻，大国翻了，大家都不再种粮了。我还没出生呢。啊，大家都没有种粮了。你先不管他啊，大家都没有种粮了。后来又人工的浪费，又搞人民公社之类的，搞浪费，后来就没粮食了。那没粮食的时候。越是没有粮食，
老鼠啊越是猖狂啊，他就把老鼠也没东西吃啊，就把那些仅有的一些能吃的东西被老鼠咬了呀。老鼠咬了一个没办法，就主人养了一个主人啊，养了一个猫想来抓老鼠，然后呢又养了鸡希望它下蛋，但是呢都没有吃的东西，就给了一点点东西啊，给那个都只给了一点点东西啊，给那个猫吃啊，只给了一点点东西啊，只给了一点点东西给那个猫吃啊，那个鸡饿得不行了，又去抢它吃了呀，也要想吃呀，猫不给它吃啊，就这样抓过来呀，猫不给它吃，猫就抓到那个鸡的胸部啊，然后鸡啊反抗，要抓的出那个猫的眼睛呐、啊。你现在对那个，哎，这是你外婆家发生的事情，这是你外婆家发生的事情，外婆家以前的，对你外婆家发生的事，你先不管他，不是你家，你外婆家，然后呢，你跟。啊，不是兄弟，没关系。你既不是也不是狗，是你以前被家庭发生的事情。你先不管它，同你没关系。但是这个事情跑到你身上来了，你先，你不要被人家在外面学了一些东西以后，以为你是前世是一个鸡，然后是投胎过来，不是，你不管它啊，你不要往上面去下想啊，你跟着我的节奏就行了。你对那个。哎呀，你的那个技术啊，哎呀，对不起，你太饿了。对不起，你太饿了。你对不起，你太饿了。哎，你实在没东西吃啊。在乳头的上方，就是被猫抓伤的，所以弥漫性的，特别是大的，一万口越小，就是被猫抓伤的。你赶紧对那个记住啊！你不要从猫去抢。你不要从猫去抢。哎，你不要从猫去抢。你不要从猫去抢。哎，你抢不过它的。你抢不过它。哎，我预备给你准备了一盆。哎，一盆盆子啊，我另外给你准备了一盆，实际上是个小碗。你说我另外给你准备了一盆。我另外给你准备了一盆。哎，我们离猫远一点。我们离猫远一点。哎，免得猫吃完了来抢你的东西啊。免得猫吃完了来抢你的东西。哎，对，你对他说，哎，免得猫吃完了来抢你的东西啊。我们把这个盆子藏起来，不要被猫看到。我们把这个盆子藏起来，不要被猫看到。我们把这个盆子藏起来，不要被猫看到。
猫完全看不到了。我现在猫已经看不到了。哎，现在猫这样子完全看不到了。现在猫完全看不到了。哎，你可以在这里吃个饱。你可以在这里吃个饱。哎，你在这里吃个饱。你可以在这里吃个饱。哎，然后现在你跟那个猫说，哎呀，你也辛苦了，你也没吃饱。哎，你也受苦了，你也没吃饱。你也受苦了，你也没吃饱。哎，你说，我帮你多加点。我帮你多加点。哎，我帮你碗里多加点。我帮你碗里多加点。哎，你也吃得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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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们藏起来。我们藏起来。哎，我不要被那个鸡看到。啊！不要被那个鸡看到！不要被那个鸡看到！啊！不要被那个鸡看到！不要被那个鸡看到！啊！我不要被那个鸡看到！我不要被那个鸡看到！哎，我把你的碗藏起来了。我把你的碗藏起来了。哎，你在那边吃个饱。你在这边吃个饱。哦，现在把鸡呀和猫啊给分开了，各自藏起来了。然后。猫啊在那边吃个饱，鸡啊在那边吃个饱，然后他们互相之间也见不到了，互相见不到也不打架了，然后吃了一个饱以后啊，鸡的灵魂就慢慢从你身上离开了，然后猫的灵魂也慢慢离开了，猫的灵魂也慢慢离开了。好，现在然后你在对鸡说下，谢谢你陪了我这么多年。对，谢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。谢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。哎，谢谢你陪伴了这么多年。谢谢我，你陪伴了。谢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。谢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。哎，那个，他吃饱了，也得到你的感谢他了，他也感觉拿到他需要的那个猫那个鸡的灵魂就走了，鸡的灵魂已经离开了，从你身上离开了。然后跟那个继续跟那个猫说，哎呀，你在我家受苦了。啊，猫，你在我家受苦了。哎，你在我家受苦了。你在我家受苦了。哎，谢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。谢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。哎，谢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。谢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。然后那个猫啊，得到你的喂的东西吃饱了，然后也说感谢他，陪伴这么多年以后，那猫的灵魂也离开了，然后这两个不同的身上离开了，现在都离开了，他两个灵魂都从你身上离开了，哎，我现在问你一下，你有身上有什么特征，同鸡比较像，和同猫比较像，猫是夜猫子，晚上睡不好。我有时候感觉这个右侧的乳房里面有正在作痛。我是右侧检查的是右侧。然后左侧他说是也有。说是轻重啊，没说是轻重。也有。主要是检查的是右侧。好，我现在告诉你这个过程呢。现在医生发现的是右侧，但如果不处理的话，随着时间的慢慢推延，这个主侧比右侧严重，就是猫突然抓过去的时候，第一下子是最重的，然后拉到那边是轻的，拉到左边是最重的，它这样抓过去啊，被那个鸡的胸部给抓了，所以说因为你很幸运的就是你刚发现就找我了，所以呢你就现在就发现了一部分增长，但如果不处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那个左边更严重。因为他这样挠过去嘛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反正现在离开了，你看一开始没排之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现在对他弥漫性的就被他那个爪子抓伤了嘛，所以拉过去稀稀拉拉这边都有嘛。
而且如果随着是推移的话，不仅仅是乳腺的问题，这个中间也有，实际上连起来没有间断的连接的都有，但只是说现在发病看到的只是前面一部分。这样他们灵魂都走了。灵魂就怎么？我过多久就可以上医院再去复查一下？你这个你先不着急，如果你自己没感觉到痛的话，你先不着急这个事，明白意思吧？因为你并不是根据医院的检查什么的，因为有问题你自己会感觉到痛了嘛。后来你慢慢不感觉到痛了嘛，说明没问题了。然后你想检查到时候再说，我现在我也没办法告诉你，后面到底一个什么一个情况，明白吧？反正你什么事情你同我讲就行了，然后我帮你判断一下那个进展情况。随着他们的离开就慢慢就好起来了，所以不用太着急这个事情了。反正你想到了，平时想到的时候你就像我刚才叫你的那样，就对着鸡和猫说，哎，对不起，让你饿着了。那个时刻那个年代啊，你知道吧，那个年代确实就是大家没粮食吃了，浪费掉了，又搞那个大工资什么之类的，吃人又不能种粮，公家的又大家集体的又浪费，又搞了几年大跃进什么之类，搞了几年以后大家没粮食吃了，没粮食吃的时候鸡也没东西吃，猫也没东西吃，老鼠也是来偷东西，老鼠出来偷东西，大家就家里就老虎了，就养一个猫，然后猫要喂粮给他吃的，那鸡没东西喂他，鸡来抢他，鸡来抢他的话，猫也没东西吃嘛，就来抓他，就这样，就这么一个过程。所以你要记得那个年代，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个年代。对。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。对呀、就是说前辈发生的事情，有时候会落到晚辈身上来，这各式各样的都有可能。所以呢，你这除了记得这个鸡和记得这个猫，还要记得那个年代。1958年、1959年、1960年那个时候的事情，那个叫大跃进那个时候啊。我明白。然后你就记得这些以后，然后就那些灵魂离开了以后，慢慢就恢复起来了。那我现在灵牌完了以后，我还要继续向他们鸡和猫道歉吗？你想到了，你就心里就默念念，反正你记得这个事。好。谢谢老师。好，不用谢啊。那这样就看得一清二楚，就这么一回事，好的，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好。